我是喜家阿林啊，今日同大家介绍咧系十里岩滩呢边嘅比较新嘅一个区，佢都系属于三区嘅，系沿海南呢个区。呢、这个区咧系都系比较大嘅喎。前两日咧我系介绍到系热海海怡湾嗰度系有11栋，咁呢个区咧系有17栋咁大嘅，同埋呢个沿南都比嗰个其他咧比较新。又比較大啲嘅喎，同埋啱先，等陣我要去介紹咧，都係113个平方，130个平方嗰個單位，有兩個單位，有一個係裝大，有一個係大有家私家電啊，有一個係吉房，咁價錢都係一樣喎，價錢。咁事不宜遲咧，我哋上去睇下先。Hello， 我哋依家就嚟到呢個電梯口嗰個門口。一落来电梯咧，睇到对面咧系有个咩？系六楼，六楼系两梯四户，两梯四户呢个户型咧系十里岩滩呢边应该系比较新嘅嗰个区，系2017年交楼嗰个区。所以话尹思咧，咁尹思线咧更加好啲咯。如果以其他我之前介绍嗰个新林海啊，或者海怡湾啊，或者爱琴海啊。佢電梯有三個電梯嘅情況下，嗰、那個户咧係比較多，可以有8户或者係6户都有。咁呢個係屬正正常常屬於商品房嗰種結構嘅兩梯四户，咁樣做起來咧，亦每一層樓住起嚟亦少啲，就更加安靜。咁我哋入去咧，嗰邊係兩户，呢邊係兩個單位就跟住入嚟呢邊咧就係呢邊有一個單位啊，呢邊就係等陣我哋要介紹嘅嗰個單位。一入嚟呢邊左邊係空嘅，如果真係位置唔夠喎，如果係深啲嘅可以做鞋櫃啊，位置唔夠嚇，唔好理佢啦。咁睇下佢嘅第一個房間咧，呢個房間係有。7个平方左右，这个是第一个房间比较小。你放一张床，1米5的床，同埋做一个梳妆台，就啱啱差不多，系咪？而有2楼就有冷气嗰个管道的出口。如果是你要利用啲高啲嘅话，咁可以，你可以呢个作为一个床面。咁你再定制嘅，再個牀到呢度，呢度到呢邊係1米5左右。咁呢邊咧就可以做化妝台啊，或者係衣櫃咁樣嚟佈局嘅情況下咧，咁啊呢個房間利用空間咧就會多啲嘅。跟住咧我就睇下佢嘅廚房先啦。呢、這個廚房有其他嘅有唔同，係兩邊開嘅。你睇下呢個呢邊同埋。呢邊咁呢邊咧，你開發商交流都送有嗰個抽油煙機啦，或者係爐頭可能係唔知係放喺邊度睇下喺邊度啊。有啲嘢係冇裝嗰啲爐頭，可能開業主攞走咗咁呢邊都可以放一個爐頭，咁啊抽油煙機呢邊可以洗餸，係啊洗餸。咁呢邊咧下面咧就係有放一個消毒櫃，呢邊係一個。嗰、那個收納櫃呢邊2樓咧有放雪櫃嗰啲位置，不過雪櫃呢位置咧，依家嘅生活情況嚟講咧，可能窄少少，因為呢啲咧係有60到70。如果係住嘅人要多嘅情況下咧，係唔夠嘅，因為依家家庭你話生活條件都好多啦，都要買個鬆開門，起碼都要差唔多90到1米嘅嗰個寬度先夠用嘅。跟出边咧系露台啦，呢个露台咧系有差唔多4-5个平方左右咧，即系睇到上去咧系可以睇得到，好宽阔嘅，同埋楼根区咧都系好远嘅，睇下呢边全部都系楼下嗰、那个园林，我哋细蚊仔玩嘅嗰、那个2楼娱乐场所都系呢边嘅出。嗰邊咧仲可以睇得到，呢邊係泳池，
有个番茄系出边嘅，因为呢个区咧，因为呢个区咧系属于十里岩滩呢边嘅沿海南呢个区，呢个区好大噶，由总共由十七栋组成嘅，十七栋嘅，好大嘅，同嗰、那个同嗰个海怡湾差唔多，海怡湾系十一栋，呢、这个系十七栋，更加大，又比较升。出来呢边咧就系、是。出来呢边咧就喺个餐厅啦，餐厅呢边可以放窗台。呢、这个餐厅咧，佢个开间咧同埋客厅个开间系一样嘅。你睇下呢个呢、这个客厅个开间系一二三四五五六三十三米五左右嘅开间系一样开间。咁啊，因为依家系冇放有嘢嘅，家私家电冇放有，呢边系可以放个电视柜。电视背景做一个电视背景都呢边咧系可以放一个梳发，中间放一个茶几，下面咧就放一个电视柜都冇问题。开发商一样系预留咗有一个放冷气嘅嗰个孔都预留咗有嘅，系咪？同埋插座都有。跟住落嚟仲有一个露台啦，因为呢套房咧系113个平方，三房两厅两个洗手间，南北对流双阳台嗰个户型系特别唔同，因为呢套房系真正属于系比较舒适型嘅一个户型嘅啦。同埋呢个露台睇上去咧，呢边咧都可以望得到下面嗰个两个羽毛球场、两个园林同对面嘅流经区咧，系都差唔多有70米左右，50米到70米左右。就采光面呢块，都算系慢慢地，依家慢慢地都算唔会话好窄。跟住咧，我哋去睇下嗰个系总有两个房间先啦。第一呢边系第一个房间，第二个房间啦，讲错咗，唔好意思，啱先系第一个房间，第二个房呢、这个房间系大啲啲，比啱先系大啲啲噶，有八个方左右。呢边系放1米8嘅嗰个床，1米8嘅床，两边放咗二楼咗床头柜。如果你系唔想放咁大嘅床，放米五嘅床都冇问题。呢边可以二楼咗有一个放梳妆台嘅位置，咁呢边咧就可以放多一个电视，都二楼咗有一个配置啊，网线啦、电视插头啊都有啊，系啊。呢边又可以放一个衣柜，都冇乜地，咁都有，所以呢个露台咧就可以睇下自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点样去利用更加好呢个露台，呢个台面系啊，同埋呢个阳台窗户咧系一样可以系朝一样系朝咩呢个朝北噶。朝北噶，因为呢边系朝北噶，朝花园噶，可以睇到个泳池啊，睇到个泳池噶。呢个窗户嘅朝向咧，系同嗰个房厨房嗰个朝向露台嘅朝向系一样啊。跟住系呢边系第一个洗手间噶，第一个洗手间系佢系做咗咗干湿分离嘅，你系嗰做咗干湿分离。呢个洗手间系。因为呢度系113平方嘅洗手间，比其他嘅小三房一个洗手间系会大啲嘅，睇下比较轻松啲咯，咁样吓，咁样走起嚟比较轻松啲。出边咧有嘅坐厕，仲有一个洗手台，镜面都系基本标准嘅一个配置喺度啦。比较阔啲啦，要抽气扇咧都有喺度。最后呢边咧系一个套房啦。这个是第三个房间，第三个房间由他自己带有独立卫生间的那个套间，是不是？这个卫生间呢，跟刚才那个卫生间和淋浴房是差不多大，我这样感觉他们差不多大，有4个方到5个方左右。那我站在这里都差不多，刚才也是都是这样，都是标准的配置，洗手台。洗手台同埋镜面同埋坐厕都有，咁嘅排气扇都有。咁呢个房间咧，
比啱先嗰個涼粉房間係比較大啲嘅，比較大啲嘅，可以俾嗰個長者來住，可以方便佢去沖涼啦，洗手間都幾好。嗯，呢、這個房間大約有14个方左右。咁呢個位置，呢、這個可以放床一邊來，一般來講係床可以放呢邊，可以放1.8到2米嘅床都冇問題，放喺呢邊。咁呢邊咧就可以放衣櫃啊，衣櫃同埋梳妝台啊。咁啊，呢個台面咧，采光面係一個轉彎嘅轉角嘅采光面，係咪啊？呢個轉角嗱，呢個轉角呢、這個采光面係比較好啲嘅，係啊。所以呢邊呢、這個户型咧係113个平方，3房2厅，2个洗手间。有一個是帶獨立衛生間的那個套房，就是這個了。價錢呢是63萬，這個價錢。如果計埋那個單價呢都不會很高哦。好像我剛才的價格計過那個單價是5500的單價，5500的單價都不算很貴，因為這套房是吉屋，吉屋是沒人住過。你剛才沒去看那個燃氣表，燃氣表都沒裝的。啊！佢嘅税費咧都唔會好高，税費咧應該係睇下一個契税啊，同埋一個過税加冇過税啊，加起來就一個契税，一個契税一個點，睇下係10000到15000左右就可以搞掂啦。咁啊加起來，如果前所有嘅款加起來話，63加10000几，就65万以內可以上會到。这个单位113平方，3房2厅，2位那个户型啊。等等呢，我们还要去看看另外一个房间，是一样的户型，不过是有家私家电的。是啊，那我们去看看先。Hello， 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第二个单位了。你看看这边是比较独立的一个走廊啊。走廊入来这边呢，都算是地板不同的，这个地板都是瓷砖的。房间入边呢，这边是第一个房间的了。这边的房间同啱先嗰个户型是一样的，不过呢这个单位呢是有了家私家电。比如讲，佢第一个房间呢有床，床有1.5米的床，同埋一个冷气都放喺度，冷气放喺度。嗰啲窗户咧，窗户嗰个朝向下面咧系可以望得到下面嗰个园林噶，园林都可以。呢个房间啱先介绍都系有7个，即系8个平方左右啊，7个8个平方左右。跟住落嚟佢系一边嘅厨房啦。如果系啱先嗰度咧，介绍咧系冇放嘢，佢比较空嘅。这个呢是有嘢，不过呢是卫生问题，确实就可能冇经常打卫生咁样，睇上去呢都有啲牙烟噶哦。一边系放油烟机，下面系露台，一个洗手台。呢边都可以参考下佢哋点样放嘅，可以放一个煲饭嘅都可以啊。二楼度有一个插孔都可以喺度放电饭煲，或者系其他嘅煮咖啡的嗰啲机都可以放埋呢度。呢个冰箱呢，啱先讲过啊，冰箱如果系放高啲嘅，大少少嘅冇问题，冇问题。啱先唔知系点样放好啲，咁依家睇到啦，就知道点样会好啲，系两边开嘅，两边开感觉起嚟咧，中间有一个系过道出嚟系露台啦。这个露台同啱系有4-5个方左右，可以睇得到下面整个园林噶，整个园林。这个楼层系比啱先个楼层系高咗一楼，啱先系6楼，呢边系7楼，同一个方向，采光面都算麻麻地，都唔会话几好，因为呢边嘅楼根区咧有60几米左右，差不多，同时呢，这个
再過嚟睇下，呢邊係放有啊，有洗衣機喎，洗衣機同埋熱水器都有，比較簡單啲咯，呢個洗衣機咯，係咪？呢邊仲係放有，仲有放有晾衫台嘅，啊，嗰個不鏽罐可以呢邊晾下衣服，嗯。下面咧嚟介紹下佢呢個春夏天，呢邊就春天啦。呢個春天係咁樣放，啱先可以，依家就啱啱可以放5個胃，呢邊可以再放一個蛋啦，就可以放5個胃啦。因為呢邊係113平方啊，可以容納下5到6個人左右，一個家庭嘅人都可以喺呢邊係居住同埋享受嘅。呢邊係客廳啦，客廳3米5米左右，客廳嘅開間同埋夏天嘅春天，春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即系话夏天同埋春天嘅开间都系一样，3米5左右。咁呢边都放 sofa 啦，呢边放电视柜啦，放电视啦，上面仲有业主仲有一个冷气喺度啊。嗯，出边咧嚟咧就系一个露台啦。呢、这个露台嘅话有4、5个平方，佢放呢啲咧系放咗呢啲杂啦，应该抌咗佢唔要。先好睇，可能好长时间冇得住，好大尘灰添啊！同埋呢个潮涨就系同啱先一样，系潮南嘅，睇下啊，潮南嘅潮涨可以睇得到海边海诶远处噶海边喎，海景喎，睇下呢边系唔睇，嗯呢边就海景噶啦，睇上去冇咩遮挡嘅就海景噶啦，嗯都系算睇到海景，有睇得到下面嗰个沿岸都系算都唔会话好嘈好嘈。都依家都好算係，比較安靜，比較安靜。呢邊係屬於係主陽台嚟嘅，比較大啲嘅陽台。嗯，跟住呢，我哋去睇下佢啊，總有2個房間先咧。嗯，呢邊係第一個房間啦。呢個單位係屬於第二個房間。呢、这個房間係有8、9個平方左右啦，佢放到1米5嘅床，有衣櫃，有冷氣。你睇下衣柜系比较紧要个衣柜咯，都有衣柜喺度嘅，有冷气都有，衣柜都有，差唔多有1米5左右，1米5左右嘅衣柜。就呢、这个梳妆台系真系唔知点样放哦。如果喺呢边放细啲嘅可以，如果呢边放一个转角嘅，咁样转角细啲嘅放上去。都可以，都放唔到咁大咯，咁样布大咯，咁样布大，都算都唔系几好。其实都可以换一换嘅。咁样床呢个床头呢，可以过嗰边去，如果嗰边去，咁如果系呢个衣柜，你系放呢边，咁样呢边呢嘛，都比较开容啲。睇下情况，如果系要结合个人嘅喜好。结合个人嘅情况系点样摆啲比较嗰啲空间感会比较出来，嗯，呢边系洗手间啦，洗手间呢边系做到干湿分离2段式嘅干湿分离，一 PG 系比较都正常嘅，这个洗手台啊，同埋坐厕啊，同埋呢个入边系干湿分离，淋浴房都。呢、这个位置都几够大，几大下，嗯，都啱啱好咯，比较宽阔啲咯。应该系大约系有5个平方左右，5个平方左右呢、这个，嗯。咁呢边呢，就系大约独立卫生间嗰个套间噶啦，独立卫生间。睇下呢边呢个洗手淋浴房同埋洗手间同啱先嗰个系差唔多大，差唔多大，一样嘅配置，洗手台啊、镜面啊同埋坐厕啊都有，平方系4、5个平方都有。下面呢度睇下佢嘅床点样放嗰啲，你睇呢边嘅床系佢系咁样放嘅喎。佢本来嚟讲咧系有一个可以做两边可以做床头柜嘅，佢系冇放床头柜。佢系呢边床属于系美白嘅床啦，属于系美白嘅床都好大嘅啦。那么咁样放嘅情况下咧，佢系冇放有衣柜同埋梳妆台，嗯，呢、这个系冷气，
冷氣。衣櫃咧係咁樣放比較好啲，咁樣放過嚟，記得係咁樣放過嚟。咁呢度仲有一個空間，咁啊梳妝台都可以放喺呢邊嘅啦。梳妝台咁又放喺呢邊，呢邊咧位置咧，呢邊左右一米左右，一米左右嘅梳妝台放喺呢邊。咁啊，呢個窗户就係唔一同嘅，呢個窗户同啱先我一樣係。兩面嘅呢、这個一個面斜面嘅一個一面同埋轉角一面，咁樣睇嘅情況下咧，嗰、那個采光面會更加寬闊啲啦，更加寬闊啲，同埋一樣同啱先嗰個主陽台嗰個朝向係一樣，可以睇得到出邊嘅嗰個海邊海景，同埋下面嘅嗰個岩林，下面咧係。景觀咧就唔係幾好睇咯，麻麻地咯，冇坐起來，坐得起來就會好啲。依家睇得到少少，睇到下面嘅岩林。呢個單位咧係一樣係113個平方，有呢啲所有睇得到嘅嗰啲家私家電咧都可以係送嘅，都可以送俾我哋嘅。而家如果你睇中到。成交就可以送俾我哋嘅粉丝。总价咧呢个啱先系63万。呢、这个单位咧一样业主系放嘅，一样系63万嘅。系税金咧系1.5万左右啦。所以咧呢、这个单位同嗰啱先嗰个单位总价嚟讲系一样嘅。带有家私家电，不过咧家私家电咧睇下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啊，有啲人可以。可能中意呢個款，有啲人唔中意呢個款，咁都可以睇下自己嘅需求要唔要。咁啊都有好處，你家私家你唔要咁嘅冷氣，你可以用嘅。每一個房間加埋呢個廳加起來要4個冷氣啦。好，呢兩個單位咧，我哋咧依家就介紹到呢度啦。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嘅頻道，同埋如果有咩意見咧，可以。有咩評論咧？或者係掃我哋嘅二維碼，或者係直接聯繫我哋，我歡迎大家收睇，下次見啦，拜拜。